8月13日晚，向佐试训事件的女主小胡静发视频正面回应两人的关系。小胡静称自己完全是这起事件中的受害者，她承认了和向佐视频聊天的真实性，两人确实有关系，但是两人是在向佐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。小胡静还透露，去年向佐还约她见面，她得知当时向佐已经结婚生女，便拒绝了。此前向佐被拍到为一名神秘女子披衣服，两人一同回到他和郭碧婷的婚房当中，引发出轨猜测。向太第一时间出面否认，但向佐却至今保持沉默。其后一张向佐和女网红小胡静的视频聊天见面曝光，网红的穿着十分暴露，进一步加重了网友对其出轨的猜测。不过至今向佐仍未出来回应此事，反而是向太、女网红还有郭碧婷爸爸轮番上阵，各执一词。你们相信向佐没有出轨吗？